什么人之英，讲什么是义理。一次一次是个经，一年有变作的忧郁，往事何必再提起。寒心寒为一心，表妹淡薄着自己。无论对我怎风情，阮也是勇敢吞落去。什么是义理？一次一次是假期，一年有一年做旧事，往事何必再提起？Oh